看见吗？懂吗？拿住下面这张膜，对着膜分开，拿住下面这张膜，我这边下面过去，你到后面去，后面，下膜穿过下面三角板，你站那边，下膜，勾住这里的三角板，这里，看得到吧？看得到，勾住三角板拉进去，左手边的膜，从这个输送带的下面。左手边的膜，从输送带下面过来，然后上膜勾住上三角板，然后这里的膜从这杆上导膜杆上过来，然后这个膜就已经穿好了，然后把这边的膜拉平顺，这个输送线可以摇出来了。到这里来，我先过去啊。对，你过来。